观世音菩萨在世人的印象中有两种的形象，一个是古印度时期流传下来观音菩萨像，另外一个是佛教传入中土了后所呈现的塑像。观音菩萨是闻声救苦、大慈大悲的正幻明如来，成就解脱众生、离苦得乐的悲愿，道家诸行来到娑婆世界度化众生。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有讲到，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，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清明，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，皆得解脱。观世音是观世间纷纷众生的忧悲苦恼，清除众生的痛苦，解脱度化到极乐世界。千树祈求千树应，苦海常作渡人舟。欢迎收看《观音菩萨传》。普门品中说，汝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，是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。汝等若称名者，于此怨贼当得解脱。我们活在这世间，或多或少都遭遇过怨贼难，怨是冤家，贼是盗贼。每个人一生中难免有过财物被骗，甚至被偷，或身体受到伤害，乃至精神上被言语、文字、图片等软暴力攻击的经验。因此想不被怨贼危害，就要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名号，仰仗菩萨救苦救难的无畏慈悲，使恐惧慌乱的心安定下来，让我们能够转迷为悟，进而生出勇气、智慧来应对，这样怨贼自然会离我们远去，身心也能从危难中解脱。回答让这个突然发生的状况惊到，惊到六神无主，话都讲不清楚，咽咽喉喉，他说自己的心上无钱，一直向强盗求了命。强盗的首领根本就无相信伊讲的话，就下令手下将回答全身躯详细搜查一遍。结果真正连一仙钱拢无，即阵强盗气甲大声骂伊，一脚将回答捡来的茶踢甲变过，阁将回答凶凶讲一顿，将伊拍甲面拢肿起来，阁将伊用绳仔绑起来，带返去山脊，关伫一个大铁笼内底。回答予人拍甲浑身是伤，一路上拢咧哀嚎。但是等伊入来到铁笼啊，定心一看，伊惊一跳。铁笼啊内底包括伊在内，总共关十几个人。其中有几个是囡仔，每一个人的表情拢真哀伤，看起来真可怜。回答问大家：“恁是安怎会予人掠来吃？”一问才知影，即阵强盗除了抢劫、掠人讨钱以外，阁会贩卖人口。人啊，内底的人一个一个，就亲像是随便人要杀要割的羔羊。隔天有一名生得真歹，看起来毋是啥物好人，体型大块的买家上门，伊要找一个面容清秀的少女，毋知影要创啥物。少女一边哭一边抵抗，哀求强盗会当放伊煞。少女死也毋肯甲买主离开，强盗感觉无耐烦，对少女乌白拍。强行将伊带走，其他的人看到这个情形，拢惊甲唔敢讲话。回答嘛是会惊，可是伊想到家己身为佛门的弟子，袂当安尼惊代志，应该爱保持镇定。所以回答提起勇气，安慰大家讲：
唔免惊，咱做伙来念观音菩萨的圣号。菩萨闻声救苦，一定会来救咱脱困，让咱会当平安度过。在回答的带领之下，铁笼啊内底响起一声搁一声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圣号，化解未少的紧张甲不安的气氛。刷落来几啊天，拢无马甲出现，大家无搁再摇头甲面，拢认为讲这是观音菩萨伫冥冥之中伫护佑大家，才好情形有转机。事实并无大家所想的这么顺利。这几天马主无来，那是因为有人去向官府报案，所以在这个时阵，官府派出官兵在外口进行大规模的掠人。偏偏这座山脊的位置非常的隐蔽，外人真歹发现，也造成官兵一直拢掠袂到这段强盗，救袂出受害者。只是安尼一来，强盗做袂成人口交易，也无法度下山补充物资。即马食物都得要食了啊！这阵贪婪佮凶残的强盗，竟然生出恐怖的念头，伊要食人的肉。《法华经》中说：“诸苦所因，贪欲为本。若灭贪欲，无所依止。”一念贪心，如果不能及时觉察觉照，贪念转真，伴随而来的是无量的苦难。凡夫众生执着这个五蕴假合的我，执着身外物是我所有，于是产生各种欲求。贪婪是驱使我们造作恶业的主因，更是世间所有苦难灾祸的种子。一切苦的来源都是放纵贪欲所致，因此我们要节制贪欲，不要被眼前短暂的利益所迷惑。知因是果，少欲知足，降伏热闹，才能获得真正的自在，迈向清净光明的解脱之道。在动乱的时刻，不安的年代，观世音菩萨就是抚慰人心安定的力量。伊予咱相信生活处处有光明，家己清净，风尘就有机会清净；自心平安，世间就有机会平安。感恩扶持节目制作经费，划拨的号码42274784，号名是方法界基金会。强盗的首领带手下来到铁笼仔的外面，这边看看，那边看看，走过来又走过去。经过一下，首领真无欢喜，讲：这些人拢三比八，一点仔肉也无，敢会吃一？听到这句话，铁笼仔内底的人惊甲大声叫，大声哭出来。有人真激动，一直摇栏杆，大声喊：恁哪会使想要吃人肉呢？真正是连禽兽拢不如。有一名强盗听到，拿出大刀，真生气，大声喊：“拢总点起，谁敢加讲一句，我就予伊第一个落油鼎。”刹那间，无人搁敢再出声。然后，一名强盗越头，一面就是要扒个手领，伊讲。不要紧，反正这些人很多，绝对是有够吃的。首领听完，继续在人家头前走来走去，倒手摸下海，他在思考要先跟对一个较好。这一刻，不管是大人也是孩子，都走到求在一边在哭，身躯又撇撇出。回答看到他抱到我无立地角，想立地角的这种精神，伊主动站出来讲：“恁若要抬，就先抬我。”无想到这句话惹来首领伊的起笑。首领反问回答：“
你一个无胆的人，你也无想看卖呀。你予人掠来的时阵，迄种俗的模样，安怎？即马想要躲强，要做英雄吗？你唔惊死吗？回答充满正气，完全无畏惧。伊回答讲：我唔惊。即几天我透过念佛，对生死已经无所畏惧。我只希望恁食过我的肉了后，会当永远断除恶念，卖搁再作孽。强盗将回答拖出铁笼，准备将伊开膛破肚。回答也是面不改色，继续咧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圣号。突然间，大家拢听到一个真大声的声音，顺着声音的方向看过去，竟然是一只虎。这只虎目睭金金看强盗的首领，佮现出真利的喙齿。首领爱手下将这只虎抓起来，可是恶人无胆，这阵手下无一个愿意去丧事。看到一个逃走，大家拢对咧走。首领故意将回答塞去头前，打算要趁虎无注意的时阵，家己赶紧逃命。想袂到，这只虎伊对回答无兴趣，直接扑向首领。首领也惊甲赶紧要逃命，虎也唔放弃，伫后边一直叫，然后就看袂到因的踪影。即马安全啊！回答拍开铁笼啊，将大家放出来，做伙逃出山寨。一路上，每一个人拢学回答，持续念观音菩萨的圣号。无偌久，就顺利走出这片的山林，平安回去。达摩祖师曾说：“修道行人若受苦时，当自念言：‘我往昔无数劫中，弃本从末，流浪诸友，多起冤憎，危害无限。今虽无犯，是我宿殃，恶业果熟，非天非人所能见与，甘心甘受，都无冤宿。’”修行学佛，我们要了解生死轮转、因果轮回。即便今生不造恶业，但过去所造的恶业成熟了，还是有果报要承受。这也是我们会遇到冤家、盗贼的原因。能够通达明白这个道理，心生觉照，不随境转。面对不如意的境界，心中无苦无忧，没有烦恼，没有取舍。当下持念心就能得到解脱，因此修行人要学着逢苦不忧，遇乐不喜，才能消除业障，化解是非，把冤转为同山道友。其实再仔细思维，会发现所谓的冤也不过是心中的分别，一切法唯心所造，只要深信众生皆有佛性，面对一切境界都能甘心甘受，那么苦就不再是苦，一切纷争止息，心也能恢复平静。有两个人一前一后，行伫一条恰恰有强盗甲土匪出入的道路。第一个人伊早就听讲，这条路非常的危险，有真侪人受害过。所以一直出发进前，就扎一支刀仔伫咧身上防身。尤其经过这条路的时阵，伊更加小心谨慎，不时拢会停落来，四界看看，观察附近敢有可疑的人。一下啊，伊会望落地啊，确定伊的钱甲刀仔拢还搁伫家己的身上。想袂到的是，伊只个举动，拢予秘伫暗处的强盗看个一清二楚。强盗认定，这个人的身上一定有真值钱的物件，就趁伊无注意，马上冲出来。这个人惊一条，无办法思考，
主人也袂记即讲，伊家己身上有扎一支刀。伊双手举悬悬，毋敢反抗，记载身上的财物，互强盗抢了了。第二个人，伊是一个佛弟子，伊用平常心，踏着轻松的脚步，甲平常时同款，行伫这条路上。伊一边行，一边念观音菩萨的名号，伊的面无迄种会惊的表情。强盗愈看愈好奇，就问伊：“你为虾米一边行路一边念佛号呢？”家恰恰拢有盗贼出现，你唔惊吗？这个人回答讲：“我袂惊啊，因为我时时刻刻拢咧念观音菩萨，菩萨一定会感应到我的心念，袂让我拄到盗贼。”强盗听完，不禁笑出来，伊讲：“你卖个戆啊！甲你讲，我就是强盗。”无想到佛弟子回答伊：“阿弥陀佛，你莫讲生气啊！像你这么好的人，哪有可能是强盗？强盗拢是无讲道理，充满暴力，才无可能像你安尼这么亲切地跟我讲话。”强盗听完，生出一念善心，伊的心内咧想：“我做一世人的歹人。”受人咒惨辱骂，今仔日竟然有人愿意将我当作是好人，也饿了我。既然安尼，我得做一届的好人。强盗将拄只抢来的钱，全部拢送予一名佛弟子。无私的慈悲，真正是化解万财上解好的良药。也阁有一个故事讲着。日本有一位行顺法师，有一天下暗，伊的佛堂走入来一个强盗，举大刀在法师的面头前晃来晃去，歹佮真凶对法师讲：“臭和尚，你赶紧将钱交出来，一工嘛不准留。”法师真平静看强盗一眼，然后将一个钱袋仔交予伊。强盗接过钱袋啊，准备要离开，但是法师改讲：“你稍等一下，我有话要讲。”经典中说：“一切怨对皆从亲起，若无有亲，亦无有怨；若能离亲，即是离怨。”从三世因果的角度来看，人与人之间的相遇都是缘，善缘相聚是亲，恶缘相逢是冤。有善一定有恶，有亲一定有冤，这是相对缘起的境界。所以佛法把爱提升进化为慈悲心，强调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无论是与自己有缘无缘的人，都能以平等心慈悲心面对，冤亲平等，不管仇人冤家亲人，都能平等对待一切众生。正所谓菩萨布施，等念冤亲，不念旧恶，不增恶人。因为世上的冤多来自于亲，冤冤相报无有了期，唯有心怀平等包容慈悲，才能净化三毒，与众生广结善缘法缘佛缘。功德停下来，行顺法师对伊讲：“你向别人讨物件，哪会使无讲多谢呢？这条钱本来是要摕来供养佛陀的，所以你爱去向佛陀讲多谢才会用得。”强盗感觉真好笑，就凊彩讲一句多谢，然后就离开啊。无偌久，强盗因为伫别个所在犯案，被警察抓到，在做笔录的时阵，伊一边招认。曾经有抢走行顺法师的钱，警察就将伊带去见法师。没想到法师竟然讲：“无唔对，伊确实是有来找过我，向我讨钱，我就将钱给伊啊，这是我家己愿意的。”警察知影，因为法师的做人慈悲，
有意思要替功德脱罪。警察说无可能，这个人作恶多端，四处抢别人的财物，是真出名的歹人。我相信你是在他的威胁之下才让他抢走财物。国有国法，犯罪的人必须要接受惩罚。请法师坦白说明当天下暗的情形。兴顺法师叹一口气，伊讲，伊出去的时阵有讲一声多声才离开的，所以无算是抢我的物件。我只是感慨，家己的能力不足，无办法阻止伊继续做作恶业。功德听着法师的话，感觉真见效。伊流目屎，当场跪落来，向法师磕头认错。后来，功德伫感觉内底真心忏悔，改邪归正，成为一个真安分的人。无论我们所处的环境有多险恶，不管烦恼怨贼如何多，都不要害怕退缩。只要心中常存观音菩萨平等大悲的精神，就能以无我去除我执，以慈悲化解贪欲，以勇猛降服嗔恚，以智慧照破愚痴。此外，我们也要常行无畏施，消除无明烦恼，让心中没有恐惧，学习佛菩萨无我的精神，以平等心等念冤亲，慢慢熏习，使慈心广大，做到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才能真正自利利他。感谢您的收看《观音菩萨传》，我们下次再会。在动乱的时刻，不安的年代，观世音菩萨就是抚慰人心安定的力量。伊让咱相信，生活处处有光明，家己清净，风尘就有机会清净。自心平安，世间就有机会平安。感恩扶持节目制作经费，画播的号码42274784，号名是十方法界基金会。秋天真欢快。